啦。開始嘅時候咧，就大家通常都係要搶呢個位噶，因為咧就係前度嚟講，若搶咗咧就係外度會轉彎噶。咁開始真係啦，睇翻速度咧就唔係話要爭太快咧。咁啊，我哋香港嘅位置咧暫時係三位，哇，相當之慢啦呢啲，係嘛？誒，見到其實呢班運動員咧都好聰明啦，亦都好保守啦，大家咧都係跟住個球先，唔好咁快就放出嚟。因為如果咁慢速度嚟講咧，而家大家睇到咧。咁如果佢哋有1:30嘅話咧，應該平均入邊速係1:13:14左右嘅，但係睇翻暫時咧就再等埋。咁啊，印度嘅選手咁見到咧，其實都係咁嘅情況咧。如果大家都唔肯帶頭啦，留到最後尾咧，咁就反而要留最後尾嗰1:400嘅嘅。係啊，咁啊，通常如果我哋嘅策略咧，都係盡量喺裏邊攤位咧會好啲啦，因為咧一喺裏邊同埋外邊咧。走第二度咧，就每一圈咧都爭到成個威啦。咁所以暫時喺圍棋咧，就係走住第二度嚟轉彎就比較快少少。第一圈咧1:14:15左右啦。咁我見到圍棋咧，佢跑喺外面少少位置睇嚟上咧，跑翻前少少嘅位置先前佢哋。咁暫時見到圍棋咧排名喺第四位啊。咁啊，兩位係嚟自印度嘅選手。印度選手咧就採取戰略都係前面兩個一齊咧前面走。咁中國運動員。劉家咧就因為佢個人嘅實力嚟講咧喺度係最快嘅，所以佢一定係跟住唔會俾你走啦。因為通常會突然間咧可能跑到最後嗰4/5咧就有人衝上嚟啦。冇錯，見到啱啱提起嘅中國呢個選手劉家咧，佢個人最快時間咧係4:35:28，咁其實咧同其他選手咧都有少少距離。我印度嘅選手咧就係翻卡內大幾萬咧就暫時咧都係咁。暫時咧就五位運動員都相當充分嘅，咁啊睇下後面嗰個邊一個係突然間間衝咗上去先啦。咁啊，圍棋咧唔同就係走住長啲少少咧，就稍為細啲嘅。咁同埋咧動作點啊，大家咧都再探索下。咁見到咧，中國隊嘅選手咧亦都追緊上線啦。啊，印度選手就好有信心啦，因為其實咧佢哋兩位800米。其實都要因應翻個運動員嘅特質去決定邊一種選手。冇錯啦，因為如果你速度好嘅時候咧，就肯定係跟人跑啦。但如果你係能力強啲或者耐力好咧，就絕對係機有自己速度啦。我頭日車咧就3:30左右咧都合理速度啦，啊後面最尾一圈咧就睇邊個會走先啦，叫做。咁我哋見到咧，韋奇咧依然係跑得外線少少嘅位置噶。已經進入最後一個比賽圈啦。係啦，劉家咧就睇嚟想翻嚟先啦，但係因為喺外道關係咧，印度選手就唔會俾佢喺度夾埋嚟嘅。咁韋奇就再外少少，希望喺對面直路前咧可以衝上去先前到啦。剩翻最後300米，咁見到運動員咧已經喺度加緊速啦。哇！好近下啦～